没出去啊，出去呢。但是南陀因某叫做孙陀罗啊，因某呢生作真水，那么这南陀也真执着啊，啊两个感情真好啊。那么因某呢，就甲因翁求诶，讲袂使出去啊，你袂使去。为什么伊惊伊去呢？因为吼，即、这个释迦牟尼佛自从伊成佛了，因遐亲戚、朋友、结拜兄弟啊，拢去互堕入去了去啊，哈。那么这纯这南陀哦，因某就惊伊走去，走个出家毋转来，所以就甲拗掉诶，哈，讲你袂使去，哈。那么即个南陀就讲袂使啊，即摆佛已经来突破啊，我已经爱出去诶啊。啊，我出去念，伊就转来，我会随转来啦。你毋免烦恼，我袂去出家啦，哈。啊，那么因某讲安尼无准算，安尼甲约束，哈，你甲约束，因某就摕迄个化妆水，哈，甲点诶，人诶额头甲点。踮个抹一只化妆水，甲抹一只，即个水若干以前爱入来，意思讲水甲抹一只，你即个水干以前，你着爱甲转来，哈、啊，因爱甲约束，你若无转来罚500钱，哈、啊，意思要罚钱啦，哈、啊。那么即个男主讲真紧啦，还袂打着转来啊，即、这个我着摕出去供养，踮伊着转来，你毋免烦恼，我着无要去啊。男主伊本身伊着无想要去啦，啊，但是因某会惊。所以就甲伊讲，答以前爱转来啊，伊讲好啦，无罚500钱，啊，就出去啊，吼、哦，看到佛啦，哦，就即、这个甲佛咧搬棚入来，吼、哦，棚入来就去啊，装少济即个饭菜，足好个呢，就请出来供养佛，吼、哦，结果佛无要甲棚，哈、哦，佛呢，外头就惊，哈、哦，外头就惊，啊，即、这个难度是讲佛惊，嘛毋敢甲拗啊，因为佛是足庄严个。足威严，伊毋敢甲叫，嘛毋敢甲叫啊！啊，伊就摕阿兰，哈、啊，啊，那么佛迄阵呢，已经有啊，当念甲阿兰讲，讲袂使甲摕，所以阿兰嘛袂甲摕啊，哈、啊，讲啊，当阵嘛要供养佛，即个钵啊，世尊也袂摕，我嘛毋敢叫，阿兰嘛毋摕，啊，要安怎？阿兰讲，啊，你这钵甲谁摕？伊讲我甲世尊摕啊，阿兰讲，啊，你甲世尊摕，你着爱摕互世尊啊。啊！结果世尊外头就走啊，所以伊就无法度啊，就捧迄个钵，一直对，等于净舍，对等于净舍时阵啊，世尊就脚洗洗，手洗洗就坐打坐，啊，伊就摕来供养，供养世尊就甲食啊，啊，那么世尊食食嘞，想讲这个南陀伊嘛对世尊出来嘛无食饭啊，啊，所以世尊讲我这，甲这个南陀讲南陀。啊，我食剩的，你要食无？一寡互你食，你要食无？南陀讲好啊，好，啊，着世尊留一寡互食，啊，因为伊可能想讲，世尊想讲伊嘛对出嘛无食饭啊，啊，着留一寡互食，食食的，世尊甲讲话做，南陀你要出家无？世尊甲讲，你要出家无？南陀讲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毋过后壁讲，但是哦。但是吼，这是因为世尊哦，过去行菩萨道，生生世世对父母师长啊，人所有一切家拢毋捌违背，所以世尊今仔日讲话，我嘛毋敢违背。但是哈、啊，意思讲，伊有啥物？世尊讲你要剃度无？伊讲好啊，伊毋敢讲无好啦，哈、啊。那么意思就讲，因为世尊人过去世人。即、这个口业拢足好个，咱讲话人大家拢唔敢甲伊反对，所以伊嘛唔敢反对世尊啊，所以唔敢讲无好，所以伊讲好啊，但是后壁佫加一句讲，是因为世尊过去修啦，吼、哦，刚才咱人讲，即、这个人若讲安尼，咱唔敢甲讲唔好啊。世尊甲讲，你要出家无？伊就讲好啊，啊，所以讲好个时阵呢，伊心内是就讲啊，无要紧啦，即摆出家啊，半暝啊再偷走转好啊，哦心内是安尼，因为世尊伫遐，伊毋敢讲无好啊。啊，世尊就甲阿兰讲：“哎，阿兰，你出来去剃头，啊，出来去剃头。”那么阿兰就来叫人剃头呀，啊，因为可能头长济啦，叫人来剃头，啊。结果迄个人要甲剃的时阵呢，这南陀就甲讲：“你较注意哈、啊，我捌做国王啊，你即马甲我剃了，我斩你的手哦，哈、啊。”意思讲，你若敢甲我剃，迄可能在家人啊，哈，在家人要甲剃哦。伊讲你知影无？阮老爸是国王啊，我后摆做国王啊。你也甲我提，你甲试看卖。我后摆斩你的手安尼。迄人煞唔敢提，啊，唔敢提都要出去啊，啊。啊，世尊讲那会无提安尼，啊。
世尊讲那也无去啊。那么呢，世尊就看讲话说：“啊，南陀啊，你要出家无？”伊佫讲袂啊。世尊就水甲倒了，世尊水摕来甲头壳顶甲倒了，讲：“哎，阿兰，你叫人家剃啊。”所以世尊面头前甲剃啊，因为世尊水甲倒落去啊，倒头壳顶啊，剃落去啊。剃落去的时阵呢，啊，是讲剃落，无大啊。世尊伫面头前，袂使讲无要剃吼。啊，所以想讲半暝才来逃走，吼、哦，真无简单，等到暗时，大家拢咧休困，会逃走，走。那么伊走出去时阵，世尊就知影，啊，半路来甲挖一个窟啊，挖一个坑坎，足悬的，吼、哦。那么呢，世尊的心力所变化啊，所以一个坑坎。那么伊就足想因某，足想要回去，但看到海时阵，看到迄个坑坎，哦，遮悬遮深，暗时暗蒙蒙也无看路。虽然足想某，但足想要回去，但是万一若跋啊遮死去吼，啊嘛袂当回去呢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就毋敢行，就倒啊等，讲啊等到天光有看路再行。但是规暝呢，拢一直想因某。那么世尊嘛知啊，哈，啊就知要等到天光啊。那么世尊呢？就甲阿兰讲，讲透早阿兰讲，拢你去叫迄个南陀转啊，伊伫遐伫等，等天光。你叫伊转来，你阿讲吼，叫伊做知事人啊，知事人，知事就是咱迄、那个，咱刚刚即摆讲东京都知事迄、那个知事啦吼，叫知事啦，啊咱即摆叫执事啦吼，讲叫伊转来啊，那么伊就阿兰就甲带转来啊，啊伊就问阿兰讲，啥物叫做知事人啊？要做啥？世尊要叫他做啥？伊讲知事人哦，就是讲人若发誓去吐跋，啊，你就爱扫涂骹，扫涂骹，扫出来呢，那迄若壁有破空，你就用牛屎去补，吼、哦。了后呢，啊，如果有人买物件，人有啥物物件，你就爱去分，吼、哦。人有强拢啥，你就爱去分，吼、哦。啊，分了呢，爱去扫便所，吼、哦。啊，了后呢，爱顾门顾好，袂使物件拍无。啊、哦，顶顶啊，吼、哦、啊，那么这个南陀讲好啊，我来顾啊，吼、哦、啊，了后呢，世尊因着个天光啊，着去吐跋，吐跋就出去啊，啊，这个南陀咧想啥，讲啊，我紧来拼拼扫扫，要紧来转啊，意思讲哦，叫我做执事，我着紧做做，我即工好做啊好，我要转啊啦，吼、哦，那么呢，伊着扫涂骹，扫，吼、哦，了后着扫便所，吼、哦，那么。便所来一个一个扫，啊，这个摒后清气，摒后清气，啊，但是世尊呢，就用神通力，吼、哦，已经摒了，摒白净，搁回头看，哪会搁垃圾？世尊搁改变一堆，迄个物件出来，安尼吼，啊，扫了呢是讲，哇，哪会搁愈扫愈垃圾？哈、哦，因为世尊啊，这间摒好呢，世尊无爱互伊走嘛，吼、哦，所以这摒好，摒到迄间搁垃圾，吼、哦，摒未完，伊过来想讲。安尼拼袂完，毋是办法。过去吼，头门关关来走，因为拼袂完呐。安尼是要拼到当时，连物若世尊转来，我都袂走个啊。吼，等伊还袂转来，我紧来逃走。所以过去讲，后门关关来，还拼袂完啊。按着门去关啊，头门关关来，惊伊讲叫爱顾看有贼啊无吼。所以来头门即间关关来，哈，了后就关北京啊。但是世尊呢，佫神通力，即马即边关了，关到迄边呢，即边佫开去。佫开去啊！了后关袂完，窗门关袂完，门关袂完，吼、哦！伊是讲，迄个奇怪，安尼关袂完，吼、哦！啊，开去啊，莫关啊，反正阮兜才有好个啊，我后摆做国王啊，规间拢搬嘛无要紧啊，我起几啊间诶，规讲歹关啊啦，窗门歹关啊，讲啊，反正我会当起几啊间，我著来走，管伊，吼、哦！啊，无毋敢行头前门，是讲连伊细阵吐步转来行遮。啊，就行后壁细条路，哈、啊，细条路，我行喺树，即个树篮内底安尼行，哈、啊。结果世尊知影要行后壁，世尊就畏后壁，知影要行后壁就行后壁。结果远看到世尊来啊，哇，嗨啊！那世尊今仔行后壁，就去覕喺树啊卡，喺树啊有树枝啊，哈、啊，草，即、這个吼、啊、较暗的落来，哈、啊，砍落来，哈、啊，去覕喺内底。结果世尊行到遐时，迄树仔都突然间，掀起来。世尊讲：“安尼来伫遮，你伫遮等我呀！”啊，那意思讲，本来是讲这边的草啊、这草啊、波啊，是讲这树仔砍掉，哎，无问题啊！哈、
这手机砸掉，世尊无看。结果世尊行到，迄手机自动掀开，啊、哦，敢那卡通一片，自动掀开，啊，就叫人看到啊，啊，啊，就足歹势，啊，对人瞪去，啊。那么世尊呢，想讲说啊，你伫遮，那么呢，啊，真无聊，唔知修行要创啥，啊，世尊就惊讲伊个瞪去，世尊就佫甲伊带到别个城去，啊。因为伤近的偷走嘛，佮带去别城，伊吐蕃嘛，再为这个城，比如讲为台中了，来走来紧走来彰化，吼、哦，那么互你袂当转去吼、哦，那么走较远的，啊，世尊看伊足无聊，世尊甲伊讲，你捌看过迄个香坠山无？一粒山，你捌去过无？伊讲我毋捌看过，啊，世尊讲啊，无我带你来看，啊，伊讲好啊，世尊讲啊，无你甲我三揪的，揪我的三角加西吼，揪的，我带你来去。啊，那么伊就揪着世尊的袈裟，世尊的神通飞起来，啊，了后呢，伊揪世尊的衫，就飞到一个山，哈、啊，飞到一个山呢，有一挂果树，啊，水果树，啊，看到这个猕猴，哈、啊，世尊啊，就看到一只狗，狗母呢，哈、啊，狗母老阁无当去，阁痴迷，一蕊目睭无看，哈、啊，一蕊目睭痴迷，哈、啊，那么呢，世尊讲话说，啊，你有看迄狗母无，哈、啊？伊讲我说有啊，啊，那么世尊讲我说啊，这狗母甲你某孙陀罗像较水哈，啊，伊讲啊，迄狗甲阮某百千万倍嘛袂比的，阮某敢若天女啊，阮某是这个呢，咱迄个城内上水的美人啊，哈、啊，那么世尊呢，哈、啊，就甲伊讲，安尼你捌看过天堂无？我带你来去，哈、啊，天顶捌去过无？伊讲唔捌，啊。世尊讲好，安尼三句话，我带你来去，都叫个世尊的袈裟，佮飞到天顶去，哈、啊。那么世尊讲，我说天顶到啊，你即马家己去行行看看，啊，去看，哦，伊就去天顶看，看哦，这树呐，足水的，这老街足水的，这个花园足水的，这个水池足水的，然后呢，佮行到这个城内，哈、啊，这个呢，啊，善建城内底，啊，这个、天人的所住的所在内底，足水足水，逐间的。哦，拢有天人，吼、哦，还有天女，吼、哦，大家拢伫遐唱歌跳舞，足欢喜个走甲，吼、哦。那么突然间行到一间厝啊，拢全天女啊，啊无男众，哈、哦。那么伊就足好奇个啊，问讲话说奇怪，咱逐间拢有人伫住，啊，即间奈无人伫住吼？啊，恁人遐拢有男众，啊，恁奈拢干女众，啊无头家吼、哦，对无？无主人。那么呢？伊就甲伊问啊，啊！这天女讲个做吼，这就是释迦世尊的弟子啊，难得啊，出家修行啊，功德后摆要来升天啊，吼、哦！所以阮这间厝就是要互伊住，吼、哦！伊听啊足欢喜，吼、哦！就紧走转去找这个世尊。世尊讲，你看到啥啊？吼、哦！伊就讲互伊听，讲互伊听，吼、哦！讲哦，遐嘛一间我的厝呢，嘿！世尊讲，嘿啊，修行足好个啊。咱若是出家修行啊，吼、哦，你莫执着，啊来修行会当升天啊，吼、哦，伊就是讲，世尊佫甲问讲，我说，啊，天女较水啊，恁某较水，啊，伊讲天女甲阮某敢若狗诶，百千万倍袂比诶，啊，那狗了全毛对无吼，咱身躯嘛是全毛，啊，所以呢，世尊就带伊转来，带伊转来了后呢。伊就想讲，哦，安尼我要来修行啊，我想要升天啊，无要想因某啊，怎样还想要升天？天女较济，因某一个尔。那么呢，这个呢是结果，世尊呢就甲这个比丘讲甲阿难讲啊，后摆啊，你若看到这个难陀的时阵啊，吼，未使甲伊行做位精神，未使甲伊做位上经，哈、啊。啊嘛袂使甲伊坐做位，啊嘛袂使呢，衣啦布嘛袂使囥做位，哈、啊，甚至呢披衫嘛袂使吊共一个竹篙，哈、啊，意思讲袂插伊就对，哈、啊。那么这男，甚至披衫嘛袂使甲伊吊共竹篙哦，甲男陀吊共竹篙，哈、啊。那么结果拢无人甲伊讲话，这男陀就无聊，想讲奇怪，大家拢袂甲我讲话，哈、啊。那么后来有一天行行去看到迄个阿难，哈、啊，阿难呢伫这厝内，甲一挂 BQ 啊，在咧补衫，哈、啊，补衫。那么这男徒讲，大家拢无爱甲我讲话，啊，这阿难是我的小弟，我来找伊讲话啊，哈、啊，伊是阮小弟啊，哈、啊。那么呢，算阿杰个小弟啊，哈、啊，杰贝小弟嘛，哈、啊。
那么我来找伊讲话啊，那么就去找阿兰讲，哎，恁大家拢不爱甲讲话，不爱甲坐做伙安尼，哈、啊。那么这阿兰就甲讲，讲啊，因为恁拢甲行无同路，哈、啊。这南陀讲安怎无同路？阿兰讲话说，阮修行吼，就是要解脱的，要涅槃，要证阿罗汉果。干那你修行要升天的呀，所以你搞无同路。吼、哦，伊才知影讲为虾米呢？啊，世尊拢叫这人袂使改做诶，就讲因为伊修行是要升天，哈、啊。那么呢，人大家修行是要呢证阿罗汉果，是要了生死诶，哈、啊。那么呢，伊就感觉足忧愁，哈、啊。那么就是讲，奈大家拢袂改做诶。后来世尊就甲伊讲，啊，你捌看过地球无？哈、啊。伊讲唔捌看过啊。世尊讲，安尼我带你来去，你以外诶衫我带你来去。那么咧，就带伊到地界。世尊讲，就安尼，你去看看咧，啊，地界去看看咧，啊，伊就地界去看，哦，这刀山，这剑鞘，啊，这乌目睭，这叉喙齿，这九喙舌，啊，这斩脚斩手，啊，这箭油，哈、啊，那么足侪足侪啊，哦，然后看啊个，哦，这全这个呢，啊，全西窟啦，啊，这全什么？啊，就去看，啊，看看看，啊，看到呢，哦，人遐有一个鼎，拢铁鼎，足大个，拢掀水、掀油、掀足滚，啊，啊，人就甲吐落去煮。结果呢，看到一桶伫遐掀，结果无人，啊，那么伊就想讲，我说奇怪，啊，怎会无人？伊就问遐几组啦，哈，遐逐鼎拢有人咧煮，啊，即鼎干伫遐掀无人，啊，你怎无采家属吼？哈，那么意思讲，啊，伫遐掀，啊，无人。啊，这是什么情形？哈、啊，伊讲我说，这就是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世尊的诶，这个、地主啊，难得啊，升天享受福报了，哦、因为吼、哦，伊唔是要修行的，伊是干啊，是要做天人的。那死了会对照这个鼎地，哈、啊，我就是这鼎就是要改煮的，哈、啊。那么这难得听了呢，哇，规身躯毛拢藏起来，哈、啊，马上就流目屎，心里就想紧走。伊若互我知，伊若知影讲我就是难得，毋是马上就甲我吐落去。加在伊毋知，我紧来走，啊，所以一直走，一直走哈、啊。意思讲加在因这个人毋知影讲我就是迄个人，我即摆都很狠哈。那么伊就走哈、啊，那么世尊就阁看伊转来，讲世尊讲啊，你有去看着地界无？伊就细细声讲有啊，看着啊，就细声啊。那么呢？你阿世尊讲，阿、啊、你看到啥？伊讲，我著看到我一点嘛伫遐。啊，世尊讲，我都嘿啊，这就是讲咱修行啊，是为着要了生死的。修行不是要升天咧，做天人咧，做天人享受了嘛，是会过落落来啊。哈、啊，那么呢，世尊就带伊转来，哈、啊，就甲开示啊，就甲说法。迄阵已经死心嘛，所以就甲说法，讲世间啊，就是苦，哈、啊，咱众生就是苦。咱生老病死生出来就是苦，哈、啊！咱说色心啊是不清净的，哈、啊！为什么苦呢？就是因为贪嗔痴，哈、啊！了解开始啊，讲或者哦，这个人出世了，就是安怎出世的，哈、啊！迄经典拢写足清楚，啊！头一礼拜你腹肚内底生做什么款，第二礼拜生做什么款，第三礼拜生做什么款，啊！开始生是底吧。然后呢，比如讲开始呢，啊，穿一只手，然后呢，过一礼拜再过生一只手骨，过一礼拜再生到这第三节，过生一礼拜再过生这手，过一礼拜再生指头啊，啊，拢该讲哦，啊，然后再生这个筋啊、骨啦、啊，哈、啊，啊，所以该讲啊，这世间的众生拢是不清净啊，哈、啊，那么咱生出来了，人生出来虽然是讲迄个，但是咱规身躯拢全糖啊。这阵讲，咱身躯八万虫啊，八万种的虫，哈、嗯，有的虫啊，你头脑内底食头壳，有的虫你目睭内底食目睭，有的虫你耳啊，哈，每一个虫拢有名，哈、嗯，啊，有的虫呢，甚至你皮肤内底啊，你头掌内底嘛拢有虫，哈、啊，就头皮内底、身躯、脚、枕头啊，哈、啊，骨髓内底全拢有虫，哈、啊，咱规身躯就是拢不净，哈、啊。因此呢，改安尼开始讲啊，咱唔好执着这个色心啊，嘛唔好讲为着这个
色身来造业、所以讲呢，这就是讲这个世尊的道啊，这个难陀比丘。所以讲，咱若有迄个福报、迄个因缘哦，佛呢时时刻刻拢会甲咱度。咱就注意讲啊，阮安怎正善根啊，安怎来这个修行啊？那么呢，咱就会当得到这个功德啊。所以这195也讲啊。那么世尊开始了这难陀呢，了就证阿罗汉果啊。那么有个人就问讲，这世尊为什么这难陀啊？啊，世尊咧，开始了伊的正果。世尊讲，伊这有因缘的啦。伊这过去毗婆施佛的时阵啊，伊嘛是安尼，伊足贪着这个感情的。那么伊呢，毗婆施佛成佛的时阵呢，伊的父王啦、啊，这王子，大家拢去听经，干那伊唔听经啦、啊，咧厝内。后来呢，因这兄弟啊，是讲我这，阮大家拢去皈依啊，你拢无去。啊，世尊足庄严的呢，功德足大啊。所以兄弟仔大拢甲扭去啊，扭去呢看世尊，了后甲听世尊说法。迄阵呢，毗婆施佛的时阵，那么迄阵啊，听到世尊开始了，因为叫人拖去的，所以呢，看到佛呢啊，真欢喜，所以甲世尊讲话，世尊，阮厝温室浴池，我要供养世尊洗身躯，供养这法师洗身躯，因为阮呢是烧水。伊是温色的，有这个浴池啦，伊是讲要来供养，所以呢，伊等于甲因老爸讲，伊要供养佛，后来佛就受伊的供养。那么世尊就讲，伊过去先用来供养佛洗身躯，这个温色内底烧水哦，佛洗身躯，所以呢，伊阁发愿讲，我后摆我嘛要做佛的小弟，所以即马呢，拄着我释迦牟尼佛，因为过去的善根。安尼福报，所以福报足大啊。那么以后这个因缘，伊嘛发愿讲，希望做佛的这个小弟。那么当然有真侪因缘哈。所以这个就是讲，佛呢时时刻刻拢要度众生哈。所以咱看195也讲，何况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自书处经，学教人书啊，家己写这本册啊，或是家己设法菩萨形象，乃是教人设法。所学果报必学大利，所以讲这病人啊，安尼呢，家己念经、家己布施供养，伊就会当得到哩。也何况恁这有学佛的人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拢后皈依后这个五戒，那么自然呢，咱若供养佛菩萨呢，那么自然得到无量的果报，所以这是世尊讲，菩萨有这个功德，佛法有这个功德。咱应当爱相信，莫定啊，感觉讲无影，咱家己要有建立这个信心，爱坚信不疑，咱今日讲到这，慢慢听起。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放掌。请放开195。咱常讲这个世尊讲啊，如果有人啊患病那么唔知会死啊是未会好那么无法度唔知要安怎，那么应当爱家上经家布施195家上经家布施供养三宝那么呢，安尼会当得到离开这个恶道那么195也讲，何况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自书处经，学教人书意思讲就是讲，何况这个无学佛的安尼吼，咱的平时啊拄着艰苦，
该上经呢，伊就好处何况咱这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就是讲有信佛法的人哦，吼、哦，遐自说法菩萨形象乃至教人说法，所修果报必获大利啊。意思讲，何况咱善男子、善女人家己来修哦，啊、哦，替人修到遐尼好的功德，何况咱已经有这个皈依啊、哦，有信佛法的人啊。哦过来想要讲讲是故普供啊，这个世尊就交代这个普供菩萨讲呢，若见有人读读诵是经，乃至一念赞叹是经啊，意思讲世尊甲这个普供菩萨讲，讲呢，那么如果呢啊，看到有人，如果你看到有人读这个经啊，或者是乃至一念赞叹这个。这个地藏经，或者是读地藏经啊，或者是恭敬啊，196页，或者是恭敬者啊，196页讲，你看到有人诵经啊，或者是赞叹啊，或者是恭敬这个地藏经啊，啊，讲你是百千方便，更是顶人，虔心莫退啊，你爱用方法啦、啊。百千的方便就是方法，哈、哦，就是讲这个世尊讲，意思我入涅槃了后，如果有人要上经，哈、哦，那么你赞叹者，哈、哦，你爱想办法啦、啊，用方便啦、啊，哈、哦，劝是顶人，可劝这个人，哈、哦，勤心莫退，哈、哦，勤就是精进，啊、哦，爱勤精进呢，啊、哦，莫退失，啊、哦。意思讲啊，要继续诵经啊，继续恭敬三宝啊，赞叹佛法啦、啊。那么要改苦劝，予伊莫退啊。令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啊。改讲呢，你会当得到呢。如果这个人啊，若无退者啊，咱相信佛了无退，那么会当呢啊，得到千万亿不可思议的功德啊。意思来讲哦，世尊就是讲。咱啊，讲一个人无学佛的人，患病啊，唔知死唔知活，安尼甲伊上经，那么伊也得着利。而讲咱是有学佛的人，吼、哦，应当爱精进哦，唔好搁退失啊，唔好怀疑啊。过来197啊，世尊又搁讲讲，佛处普供啊，搁甲普供菩萨讲，了未来世诸众生等。啊，如果未来世啊，我入涅槃了后，那么这众生啊，过梦过寐啊，或者是梦，梦就是梦到啊，寐呢啊，就是讲或者是你困你迷的时阵啊，啊，也是讲无清醒啊，昏昏沉的时阵啊，见诸鬼神乃及诸形啊，意思讲啦，你困啦，也是讲看到这个鬼神。啊，鬼神啊，或者是诸形，就是讲奇奇怪怪的这个形状啊，奇奇怪怪的代志啦啊，无一定是讲真明显讲啊，看到这个鬼啦啊，或者是看到什么代志，但是看到这奇奇怪怪的这个形状啊、音声啦啊，那么或悲或啼，还是听到人的悲伤啊，那伤心啊，或者是你啼呢，啼就是较大声的哭。啊，那么悲呢，就是讲咱讲啊，流目屎啊，啜泣啊啊。那么啼呢，就是较大声咧哭啊啊，或愁或叹啊，看到这个鬼呢，真忧愁啊啊。叹就是你呢啊，感叹啊啊，或恐或怖，或者是你看到这个鬼呢，伊看起来足无胆的，足惊人的啊。那么鬼感觉足恐怖的。啊，所以这个部位，就是讲这个心呢，啊，伊是足惊啊。所以讲，比如讲，这个世尊讲呢，若未来世众生啊，看到这种的鬼神啊，不管你是你哭啊，还是你呢流目屎啊，啊，还是忧愁啦、悲伤啦，啊，或者是感觉伊看伊足惊人的、足恐怖的，啊，足无胆的，等等呢，啊，过来这段讲，处皆是一心。十生、百生、千生，过去浮渺啊！世尊就讲，为什么会看到这呢？看到这个鬼呢？啊，就像咱常讲，
咱看到鬼啊，其实嘛唔免惊鬼啊，对无吼？真侪咧法师啊，伊去行脚，伊发现讲我为虾米惊鬼？啊，我食啊侪众生，我腹肚内底就全鬼咯，我咧惊鬼啊！我内底鬼比外口鬼较侪啊，咱腹肚内底全鬼诶啊，真侪冤魂拢伫咱诶腹肚底呢啊。那么咱就惊鬼。那么这个所在，世尊讲，你若有众生看到这是虾米人呢？这是一生、十生、百生、千生过去的老爸老母啊，过去的老爸老母，或者是男女弟妹，男女就是查甫的囡仔啊，女就是查某囝啊，这男就是恁囝啊，这女就是恁查某囝啊，或者是过去生的弟妹、小弟、小妹啊。或者是大兄啦，等等哈，过来夫妻眷属198页，或者是过去的翁、过去的某，一生、百生、千生过去以前的翁、过去的某啊，眷属呢，就是讲这些亲戚朋友啦，啊，比如讲同学啦、同事啦，啊，那么阿公这个亲戚啦，啊，或者亲家啦，啊，嘛是拢有可能啊。那么呢，在于恶趣啊，在这个恶处未得出离啊，就是讲有啥物看到这个鬼呢？这拢是过去生甲咱有关系啦，为爸母啦啊，后生查某囝啦，等等个拢有可能啊。那么在这个恶处呢，无法度出离，意思是讲你恶道内底受苦，啊无法度离开迄、那个困苦的境界、痛苦的境界啊。无处希望，福利救拔啊！意思讲找无所在，有啥物希望啊？意思讲呢，这个轨道啊啊，咱过去生的这个惯习啊，伊都啊找无人来解救啊，所以叫做无处希望。啊，拄好看到恁道，你皈依念佛，啊，你着去上经拜佛啊。那么呢？你就去参加法会，对无？所以叫无处希望啊，啊，福利救拔啊，无迄个希望，找无人呢，啊，来解无这个福报。福利呢，就是讲无迄个福报，啊，这个是福。那么力呢，就是伊也无迄个功德力，啊，伊也袂晓上经啊，伊也无皈依啦，啊，那么伊拢袂晓，啊。比如讲，咱这个轨道同款，啊，咱啊人一个自卑感，像就迄轨道会足惊，啊，你若来讲，伊会感觉讲啊，我足可怜，我足可怜，伊就会想讲伊足可怜嘞，啊，伊嘛袂晓念佛，伊袂想讲我要念佛，伊想讲我足可怜嘞，我足艰苦诶，啊，干那会晓讲你甲我念啦，啊，对无？咱人就会安尼，咱人啊自卑感，讲你叫伊念经念佛，伊讲啊，我袂晓，你甲我念，对无？那么伊这个呢，伊就无这个福报，啊嘛无这个功德力来救拔哈。当过宿舍骨肉啊，施者方便远离恶道啊。伊就讲伊家己就无法度啊，所以伊就找啊找过去生的啊，大概过去十生、100世、1000世拢找过啊，才找到为咱遮来啊。所以咱是伊的宿舍骨肉。啊，那么施者方便远离恶道啊，那么呢，希望讲我做呢，该做什么方便？方便就是方法啦，啊，比如讲你该皈依啊，啊，该这个呢布施啊，该回向啊，上经念佛，那么这是叫做方便啦，啊，因为咱该做这伊才有福报啊，啊，无伊无福报啊，哈。远离恶道，伊希望讲伊要离开恶道，啊，离开恶道。所以呢，依照世尊所讲，这个所在讲，咱看到这个鬼呢，也是讲这奇奇怪怪的代志呢。有当时啊呢，就是这种的情形啊，有咱过去的囝，过去的查某囝，啊，你是咧惊啥？即马做鬼啊吼，啊，过去恁翁，你着惊甲安尼，啊，真正有个人吼。因人在世，伊就袂惊，死了就足惊的吼。死了有诶，死了毋敢看，真诶吼。因翁因某死了毋敢看，啊无大家大官死了嘛毋敢看，就讲伊即摆变鬼啊，吼。做人就甘骂，啊做鬼嘛就惊伊吼，对哦。啊人就是安尼，
那么咱但是咱佛教徒呢，咱袂使惊哈，咱讲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啊，这鬼嘛是要叫咱家度啊，哈、哦，鬼呢，伊嘛是艰苦啊，啊，何况讲伊阁是咱有关系即个亲人啊、哦，所以咱乃着惊伊众生呢，啊、哦，所以咱上地藏经，有人讲爱上地藏经会安怎？就是上地藏经有啥物奇怪的状况啊？当然有的人是较敏感嘛，啊，讲伊若上经啊，着安怎啊，着安怎啊，啊，那么亲像较早有一个技术卡电来讲哦，这，啊，伊讲哦，这师傅你讲食饭爱强用，啊，人啥物拢爱强用，啊，伊着足敏感，伊讲我若强用，着遐物件拢袂食，啊，真诶，伊甲我讲安尼，伊讲我若强用落吼，冰箱放个冰箱嘛歹去，啊，当然伊可能较敏感吧。啊、哦，较敏感，或者是讲，哦，我若上紧落吼，啊，就起起哭哭啊，什么什么，转转声啊，是啥物吼？啊，咱若是有教导，咱若有正见，啊，你有声嘛，无要紧啦，啊，迄拢是咱过去的这亲情惯习，啊，伊都无地讨食，找无人啊，吼、啊，找到无一百世嘛好。一千世嘛好，找有一个有关系，啊，就较侪人，拢也无咧合乎，啊，就干那你咧合乎啦，啊，当然嘛爱找你啊，啊，所以咱讲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啊，咱就爱度即个众生，因为佛无可能度一切众生啊，啊，无缘就无法度度啊。那么呢，咱即个亲情朋友即向度，要靠向度，啊，就是靠大家度啊。哦，大家后摆若成就，卖讲后摆成就，咱即马呢，就是甲伊结善缘，啊、哦，那么就是度众生啊，啊、哦，所以即老鬼毋免惊啊，哈、哦。过来世尊讲普讲，利益心力，哈、哦，遣使惯习，哈、哦，讲普讲菩萨啦、啊，你着爱以神通力啊，啊，即、这个感应力啊，互即个惯习，哈、哦。互伊去想到，哈、啊，会晓来上地藏经，哈、啊，所以讲伊心力就是讲伊即个神通力啦，哈、啊，暗中加持啦，加持即个人，哈、啊，啊，遣使惯习就是讲暗中加持啦，哈、啊，或者是当然有个人，哈、啊，讲明的时阵，哈、啊，即、这个菩萨甲讲，啊，当然是较少，但是暗中呢，啊，甲伊庇佑，哈、啊。遣使惯习，就是叫这个人呢，看到这个鬼，也是讲种种奇怪的代志的人，令对诸佛菩萨上前，啊，互因呢对着这个佛像头前，啊，菩萨像的头前，自心自度此经，啊，那么家己自信心，家己读这个经，家己读，啊。或者是请人读，啊，家己袂晓读，啊，比如讲我就袂晓读，啊，那么请别人读嘛会使，啊，基数三遍，或者是七遍，啊，读这个经，地藏经啊，读三遍，或者是七遍，啊，家己读也会使，啊，那么请人读也会使，最好是家己读啦，啊，家己读呢较有关系啦，啊。那么呢，因为迄是恁老爸，也毋是法师因老爸啊，对无？系啊，迄鬼是要找你，也毋是要找法师啊啦，对无？迄是你的亲情，也毋是讲法师的亲情。所以呢，咱家己读是上好啦，啊，上好是家己读。那么真正袂晓多，再请人读。读这个数目三遍，或者是七遍，哈、啊，过来199页，啊，咱拢看大字的尔，啊。如是恶道惯习，经声必是变数啊，当地解脱。那么这种的恶道的惯习啊。